好像结婚没有那么划算，那我们就先不要结婚。不是我们想单身，而是这个城市结构、经济情况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。The biggest issue that's hitting the birth rate in China right now is lack of confidence and uncertainty about the future.结婚的成本很高了，很少有人，很少有女孩子会觉得说我愿意跟一个男生租房去住，然后去结婚这件事情。You know, salaries are about 30-50% lower this year for college grads than they were just 5 years ago.And so they just don't feel that they can afford to raise a kid, in such a competitive market. 步入婚姻的人，他们可能牺牲了事业上面的发展，牺牲了自我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回报，或者是幸福美满的一个生活。95后或者是00后，我们只是给孩子吃穿，然后让孩子去学这些技能，受到好的教育还远远不够的。更重要的是能够给到他爱，尊重孩子的自由，尊重孩子的个性，自己并没有做好这些准备。我觉得很多政策它是治标不治本的，并没有切实的关心到年轻人真实的需求，比如说现实的生活压力、房价呀，还有工作呀，还有他的这个学历不断的提升，其实也在延迟他的婚育年龄。只是通过一些表面的，然后短暂的这种鼓励政策，其实蛮难的。那我们要从整个底层去考虑到，促进就业，促进社会的发展，促进经济的发展，这样人们觉得未来是充满希望的。可能更加的去愿意去生孩子。我觉得是30岁到35岁之间是一个结婚脱单的压力逐渐增大的一个过程。我观察下来，35岁以上的人，他们就放弃了。